少钱啊？便宜点呗，五块吧。你再看看别的，你姜多少钱一斤啊？17.5。便宜点呗，那边卖4块。真的卖4块？姜多少钱？这姜多少钱啊？姜多少钱？6.5。6.5。还是我价便宜点啊。因为现在我跟我老公都在横店拍戏嘛，但是因为横店这个地方就是没有那么方便嘛，就是要自己出去。这多少钱？这个要1.5的啊。1.2的。空心菜有吧？多少钱？2.5吧。2.8干啥？2.5吧。这个肉新鲜吗？4个小时以前杀的。我闻一下，这多少钱一斤？38一斤。太贵了，北京这个23。37好了。35吧。美女不可以的。帅哥可以的。行。不过吃这么一点就行。这么点都不够我吃的。我要去买点油条吃，我太饿了。还有雪菜豆腐包吗？多少钱一个啊？给我拿一个，然后再给我拿一个甜味豆浆，谢谢。像我们家这酒柜2.8个，然后那个窗帘都在那个淘宝上买的，就也非常便宜。然后像沙发，我们家沙发就是2个沙发加起来3000，然后大家看起来也觉得都很好看。就是这个方面，我会觉得会比较节约这个钱。对，你好，装那个鞋柜的是吧？对。行，进来吧。这柜子放一个多月了，就怕有甲醛味道，对孩子不好。我跟包老师，我们两个就是操心的地方不太一样，安排装鞋柜、装画、定好鞋柜啊，几点几点过来安装啊什么的，这方面都是我来打理。对。小月亮，小月亮，妈妈回来了，妈妈回来了，好开心啊，小月亮。我跟他之间因为有了宝宝，也觉得更加幸福，因为每看到孩子一天一天的成长，会觉得生命中有了传承吧。宝宝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小的时候，他的大脑发育还没有那么健全嘛，所以要寻找一些暗号。因为我发现我只要打嘟的时候他就会笑，所以我就一直我只要一这样，他就会咯咯咯的乐，他就会认识妈妈。小月亮，妈妈去哪里啦？说实话，有了孩子以后就不太愿意就是出去，因为挂念的东西太多了。怎么说呢，就是除了工作啊，然后家庭也没有什么自己的就是私人的生活，这种说不定也许出去玩也是一种新的放松吧。小月亮，来，你拍一我拍一，小月亮呀坐飞机，你拍二我拍二，小月亮呀不要放二。你拍一我拍一哈，这个儿歌是跟我妈妈学的，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妈妈就是在这边嘛，她就老是你拍一我拍一，然后我就产生了灵感，然后就从1到9就是这个比较顺口溜。对，你拍六我拍六，小月亮呀666，你拍七我拍七，小月亮呀修飞机。妈妈做饭去了啊。还舍不得妈妈走啊。小月亮，妈妈给你唱歌了啊。走啊。
山有三千脖子娘娘，屁股娘娘早睡早起，咱们来走一动，抖抖手呀，抖抖脚呀，轻做深呼吸。学爷爷唱唱跳跳，我也不会老。妈妈在唱歌，妈妈在唱歌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小白兔，小白兔来了。两只耳朵竖起来，你是我的好朋友。你看着孩子啊，我去那个啥了，我要去做饭了。吃饭了，鸡翅还可以，我尝尝这个啊。嗯，可以。毯子味儿呢？喂，妈妈。月亮，爸爸妈妈在吃饭，还有奶奶，还有阿姨在吃饭。小妞妞。耶！想不想吃？啊！你爸在干嘛呢？嗯？你先帮我对对词吧。我坐客厅，咱俩远距离的。你怎么这样子？不太想跟。那怎么对词啊？你把剧本给我，你不背下了吗？我没背呀。啊，行行行行行行。真是的。哪一场？这一场。Round one.Ready, go! 哎哎寡人这也得有人伺候。那要不要臣妾来伺候伺候殿下？这可是王妃自己说的。他一把抱起，大步向床榻走去，大步向床榻走去。殿下要做什么？自然是要王妃伺候本王。王妃若是不愿意的话，本王伺候王妃也是一样的。殿下的事儿还没忙完吧？还有什么没忙完呢？你看看，这见血了，血！那位下元吉下郎中可还关在提刑司的大牢里呢？殿下忘了？大牢里呢？大什么？大牢。牢。牢。乐牢牢。牢。刘奶奶爱喝牛奶，来遍。刘奶奶爱喝牛奶。又可以是呗。那等一下，妹妹可以，那必须的。殿下，我再想想，奶来奶来奶来来奶来奶来奶奶来奶来奶来来奶来奶来奶，跟着我的速度，奶奶奶奶奶，来奶来奶来奶奶来奶来奶来奶奶奶奶奶，你烦死了你，奶奶奶奶奶。来吧，带你打游戏。啊，哎呀，头就没长了。是玩吗？会不会拖后腿？嗯。我给你换把枪。咋扔的？枪都不会扔，你打？你这打啥字？赢了。打他呀！打他！打他！打他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打他！打他！打他！哎呀，我在哪呢？哎呀，一下就没看到人。
从来不玩游戏，是因为就是我老公玩游戏，所以我就觉得我想跟他有这个共同语言嘛，然后就想我也想就是说尝试一下，就也是确实是为了我老公去玩游戏的。表面其实看起来好像挺嫌弃他的，但是内心里面其实还真的还挺开心的，因为你可以感受到就是颖儿对你的爱。嗯，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。家不到先不回家，真的。你咋每次都能假到呢？是不是厉害不厉害？嗯，舒服。马上按完了。去这样一个地方，那边肯定没有什么超市吧，就都带着，就晚上如果万一要什么喝酒的话，是不是得全都摆好，是吧？拜拜。
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了，就已经习惯了。嗯，但是酒带的比较少，就带了两瓶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昨天我在那发那个朋友圈，然后彩儿姐给我留言说让我带酒。我说我可以带酒，但是请你不要灌我，谢谢。我本来还想带一个那个什么的，带个火锅的，就是带一个那个电磁炉。都没拿，拿不上，觉得太多了。然后想着我带电磁炉也没用啊，因为还要买菜，还要买各种佐料，太麻烦了，就没带。之前在国外的时候，我就经常就是我们就是那个电磁炉弄那个火锅嘛，对，很简单，就是煮一煮就行了。这晚上有的时候喝酒了想吃点东西什么的，对吧，总是有的东西吃啊。像上次我们去那个巴厘岛的时候，不是晚上就很多朋友在我们房间嘛，就婚礼完了以后，哦不，婚礼来的前一夜，然后婚礼来的前一夜就是在我们房间喝酒，我就会先把那些菜全部都点好，点好了以后就是让人给我安排好，就是先送到房间里都摆好，然后来了以后直接开吃开喝那个。就习惯把大家都这样招呼。对，是比较习惯，因为这样就觉得比较开心。享受的就是说准备的这个过程，觉得大家把大家照顾好就会觉得很开心。大家开心就真的开心。小时候是真的不是一个能干的人，就是因为我妈真的太能干了。因为我妈就是出去啊，比如说我们走到外面去问路，以前就是我妈说你去，我就说我不去，我妈就他就自己就跑上去问了，哎，请问弄哪怎么走啊。然后我现在哈就看到谁都把人当亲人的那种，走到哪儿就是有嘴就是路，就属于这种。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父母言传身教很管用。那包老师呢？包老师不太爱问啊。包老师跟我在一起，因为就是我是比较主动的那种，所以但是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包老师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人，他什么都能做得好，你让他做啥都会，他比我还会。我跟他一起出去就我不提箱子的，我从来不提东西，包的恨不得他背。生孩子之前就是都是那个比如说家里的家具我都是自己搬的，自己抬一个桌子回来，就是属于这种。生完孩子以后再也没搬过，然后每次出去拿那箱子全是包出来，我直接就给他，每次那包你背着，让他给我背包，他背女士的包也得背。哎呀，老公，哎呀，哎呀，是不是老公？我一会儿还要攻略一下莫干山，我从来没去过，完全对这个地方不了解。这儿有一个湖畔水上餐厅，口味、环境、服务都不错。有一个我不想玩的，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的，叫 Discovery。那个车友 ？Covey。到了吗？啊！哇，好漂亮啊！腿都坐麻了。谢谢。太重了，酒太重了，谢谢啊。哎，你好，请问从哪里上去啊？有吗？我这箱子太重了，要不然得提上去吧。这要小费的吗？哦，不用小费。好漂亮啊！这边我想问你一下，就是说。莫干山就是最值得去的几个景点是哪些景点？莫干山这边吗？嗯，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对面就有个风景区嘛，就风景区就在这附近，对吧？对。过去多久？您这边坐车的话过去一个小时。哦，一个小时。对。那它不是有几个地方吗？什么剑池？哦，对，你还挺了解的。没有没有，我就攻略了一下。嗯。剑池，然后什么？叫什么？卢沟？卢什么？芦花荡。芦花荡，对。像这些地方。它
等于就是说莫干山风景区里面有很多很多个这样的，对，有很多景点，您到时候也可以过去看一下。有很多景点，但是那要我们应该从哪个景点进去呢？您这边有景区大门，您这边就可以进去，然后里面的话我知道在里面。就是说从一个大门进去，然后可以想去剑池或想去芦花荡什么，想去哪就去哪。哦，对，是的。我再问你一下，那个漂流在哪里？推荐哪个最好？漂流的话，是我们附近山下有个漂流，莫干山漂流。对，是的。因为我在网上查，就是有那个什么双溪漂流。那个应该就是我们莫干山的那个漂流。就莫干山漂流其实也是很不错的，对吧？对，你也可以去尝试一下。也可以尝试一下。对，然后这个天气也特别适合。吃东西哪里好吃？我们这边就有。你们这边也有？对对对。好吧，谢谢啊。这边就车子到了，现在。好好好，早饭也有的吧？啊。早饭也有的吧？早饭有的。老师要拍我的右脸，怎么不能拍我的左脸呢？我要把我的手机拿出来拍照了。I went down to the river to watch the fish swim by。远吗，师傅？那个是什么呀？为什么从这儿去莫干山风景区要一个小时？那我们可以徒步上去吗？多久啊？平常天气也这么凉快吗？莫干山经常下雨吗？那万一下雨了怎么办呀？那你们这边有卖雨衣的吗？我们可以买点雨衣，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明天想去出去玩的话，就是最好是买点雨衣，能不能找人帮我们买买？到时候我可以帮您问一下的。好的，那您帮我问一下。哇，漂亮！我想在那拍张照啊。哇，这真的挺漂亮的，这样你停一下呗，谢谢啊，给我拍个照。Sun is side up, you and me all day long. The way that I love all my days. 秘密花园就到这儿是吧？要自己走进去了，对吗？这是上坡呀。这我能提得上去？是在这里面吧？我也是花了好大的力气才把箱子推上来。哇塞，没事，给我，你拿那个重箱子就好了。哇，谢谢，重。哎呦，太重了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对，我也觉得很漂亮。可以参观一下吗？当然，当然，我已经参观半天了。哇，这么大一张床！我的天啊！哦，厕所在哪儿？喂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颖儿，我来啦。
下不是有个手机吗？这是导航用的。它是导航的，它也可以下 APP 的呀。我觉得下 APP 等危险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靠谱，靠谱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没有地方下呀？为什么？不应该呀。我搜索微信没有，这不能下 APP 啊？为什么？太奇怪了。我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这个手机上不能够下载 APP 呢？任何手机上不都可以吗？哎呀，完了！我忘记我 APP 密码了，你记得吗？你还带了酒？对呀，我还带了酒。哇哦！啊，给你放了酒柜里吧。对。然后还有这个，我一眼就看到了你的酒。米酒，这里面有酒哎，还有也有酒哈、啊。所以有酒不带了，杯子我重死了。我先把吃的也摆出来吧。啊，我买了好多水果。太棒了。嗯，买了一些饼干呀、啊、什么的，我先摆出来。你是不是很喜欢吃零食？其实我不是。这也是你带的吗？清酒。清酒也是我带的。清酒你要放冰箱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放冰箱肯定会更好。这个是什么？哦，也有很多饼干。我什么也没带，就带了一个养生壶，带了一些水果。哎呦，啊，一会儿咱俩也不知道怎么洗了。咱们要不把这个先洗了是吧？那我来洗吧，一个人洗不了。没关系。它有个洗洁精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我先把它拿出来，这个就不用洗洁精洗了吧，就这样直接洗。好吧。然后一个一个的洗。我平常都一个一个洗。对。我还带了一些辣的，因为我想着不是说这个万一喝酒怎么办？想得好周到，我觉得拍戏的人就是想得很周到。但是我们这附近肯定能找到吃的，我觉得应该没问题。对，但是我觉得今天晚上我们肯定不会，就是说，哦，我怕大家累，所以我煮了一点汤，然后还有银耳和那个单独还有银耳和那个什么，红枣，待会还可以煮点甜羹，差不多。可以。一会儿喝点你泡的，我们还能够去叫餐吧？应该，真的假的？为什么不能叫餐？那可以。对啊，我们可以叫到大堂，然后我们坐电瓶车下去拿。我们可以下去，就是早上的时候跟那个平常在酒店一样去吃早饭吗？应该是有的吧，我觉得。我马上洗完了。没关系，梦雨你慢慢洗。就是没有看到碗，我刚才也会想它应该会有碗，结果一个碗都没有，全是空的。只有一根筷子，你看，一根筷子赢了。我觉得要不咱俩把箱子开了吧。啊，这么多双拖鞋，啊，我主要是要想找一下厨房用的东西，对吧？被子、瑜伽垫子，对，有。
藤蔓着野花一片片开放的微笑，舞蹈吧陶醉吧少年，手中有金色的日子，在风里雨里梦里唱起出发的